我们看看这题目，已知 C 事物取 n 加一是等于 C 事物取二 n 减一，求自然数 n 之值。那么首先，当这二 n 减一是等于 n 加一的时候，那么这时候这两个是会相等的，因此呢，这 n 移项过来，我们把这个一移项过去，那么我们算出这二 n 减 n 这是 n。然后再等于这是1加1这是2。那么第二个，当这两个不相等的时候，那么这时候这两个加起来必须等于15，那么这等号才会成立。因此呢，这 n 加1加上 2n 减1这要等于15。好，那么1跟1这里消掉了， n 加 2n 是 3n， 所以呢我们得到3乘以 n 是等于15，所以呢我们算出 n 是等于5。因此呢我们这题的答案为 n 等于2或5。这个答案